那封信我已经收到了。你提的那个训练记忆的方法好像还挺有效的。今天妈妈陪我过了生日，我都不记得今天是我生日了。正，预计时限广东东部沿海靠近，发媒体前宣布星期五全线停工停课停运，潮州渔船陆续回港避风。 广东省内陆的城市，包括汕头、河源同惠州，全线停工。